吃了这个肥油，弱刀粘手，放入淀粉，锅烧宽油，这一步都是过好油，收干水分，再20秒捞出来备用。要得了，曲哥，来哦，我请哦。要得，开干。怎么？宰这个兔子的时候，尽量把这个白色的啊。这是老板娘我留的最好一块牛腩，把牛肉改好刀，烧开水，加入开水烫下皮皮，拿出来用清水洗干净。现在的嘎嘎哦，吃炸牛肉就吃这种肥瘦一半的啊。